年度瞩目歌手，他是众人心中的宝藏歌手，是微博直播的霸榜选手。高甜情歌配合轻快曲风，超强互动汲取音乐灵感，他为乐迷们创造属于每个人的音乐江湖。微博音乐盛典年度瞩目歌手，摩登兄弟刘宇宁。恭喜两位，接下来有请摩登兄弟刘宇宁、毛不易来到舞台上，两位有请。林哥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，咱不着急。同时有请荣誉见证嘉宾歌手黄绮珊为他们送上荣誉，有请。三位合影留念，三位一起合影，对，我们一起来合张照，合张影，对对对。您中间请，我们看向前面。好的，谢谢黄绮珊，谢谢，是的，您落座休息，两位请稍事留步一下。首先感谢宁哥，辛苦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。其实是因为在今天这个场合，我们也知道宁哥经常会通过微博、通过直播的方式跟大家来聊天。是。而毛毛呢，也在节目里面其实充当过很多 MC 的角色。不敢当。哎，您客气。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此时此刻我们也是在直播，但是我们想有一个不同于微博音乐盛典的直播间，所以我们想为这个舞台专门做一个东北版的微博音乐盛典直播间，想交给您两位来跟大家唠唠嗑，可以吗？咱们说来，咱们就来吧。音乐我听的都省一半了。来，那就来。那但是你来 MC 吗？现在先请两位稍微往这一步下，特别您慢一点。来，毛毛，您需要站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您两位直播间导演，来摄像上。来，我们朝向这个摄像机这里。这个时候我在后台会给你们直接进一个直播间的对话框。来吧。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微博音乐盛典直播间。哎，这一位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歌手毛不易老师。这位是刘宇宁老师。是的，今天那个哇哦，愣嗨是愣嗨，哇哦耶！那个采访一下我们毛不易老师吧，今天有什么好的新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呢？今天刚演完，过去了。非常精彩，我刚才也看到了，你不问问我吗？刘宇宁老师，接下来有什么好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呢？没有，就是今年主要拍戏。哎，嗨，哎，那两位评价一下对方的音乐作品，听上去感觉怎么样啊？刘宇宁老师音乐作品，我们听着非常的感觉，他很有侠气，然后很有那个力量。比如什么歌你特别喜欢的，有没有？天问我比较喜欢。哎呦，嗨，那今年我也听了我们很多毛不易老师的歌，叫做《风吹半夏》嘛，是吧？那个我超级喜欢。谢谢。哎，好嘞，那接下来再给大家直播间老铁们送个祝福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的，那我们直播间暂时就先到这里了，把现场交还给我吧。谢谢，收。好，刚刚是一个小小的互动，谢谢你。但是呢，就希望是能够给收看我们直播的所有的网友们带来一些快乐。但是更感谢的是两位不断的带来好的音乐作品，不管是 OST 也好，还是你们音乐的作品，不断的能够感染到更多的音乐听众。再一次谢谢两位，也祝贺你们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来，两位请落座休息，谢谢。慢一点，早日康复，辛苦了。